May Allah forgive me for my sins, man。Yo， 在这对立的时代，望着一连篇的矛盾，已被逼得活在无法无天的朝政，听委屈的声音和哭诉的劳顿，依然累积无胆身心于希望的朝圣，并且保持了倔强为人类的本质，无法丢弃列刚与文慧的本事，哪怕理性的辩论，那又何必互相讽刺？比起我的见证，你无能力整治，他们继续胡闹，已激发了浮躁，当听不到看不到赢不到心不到，如何能服？要依然保持我的独调，这瓶必得除掉盈利的俗票，应有名言来辅导你们，还是看不到人间里头应有的光线，看不到金斗云搭建附上心口的当面，我得打扮老孙大闹天朝兵种来搭建自由个体人民与英勇的发现，这革命的年代同志们仍需努力，文字游戏连带无攻击性的武器，靠着口舌一张编排带公平的主意，还被通缉和掩埋，是陆风寻回属地，这一切为了平衡，非借口的目睹，当因果已形成黑白烈火的注目，所以拿起笔墨写文带猎手的速度，俺们奋斗为了平等与灭火和附属，忏悔的时代与坠落的末日，俺们作品依然实在如泪落的硕士，还在被迫的迟慢，一边被拖的作词依然贿赂一切时段，言辞对错的过失，时间大于金钱或恋爱的假象，这变态与阴险的社会无法葬，盼着一切希望与公道的伴随，但他们的一步得记账，自我的罪恶行与忏悔。